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靠山靠海，举办马拉松有机会来参加，自己也是挺荣幸的。我没有想过要拿第一，也是想在家乡的第一届马拉松把冠军拿下嘛。啊，今天我做到了，恭喜你！啊，谢谢谢谢。今天能拿到这个冠军，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我感觉赛道非常好，尤其是旁边咱们惠州人民的热情。我感觉我这个第二离不开他们，要是没有的话，我感觉也许很难能达到终点。二跑三海惠州。畅跑山海惠州，畅跑山海惠州，尽享东坡文化，尽享东坡文化，尽享东坡文化，加油！